几期啊，还没到500人呢，哪有500人呢？那个500人包括里边外边的位置坐满，还要这个地板上要坐满，这500人，而且这500人坐在这个禅堂里头是宽宽大大、舒舒展展的，绝不会你挤斗我，我挤斗你。那么人多一都跑香，像今天头一天啊，都跑香，坐是里外都坐，那跑香人少了，我们就在里头跑，人多那我们外头也跑啊啊。跑香的规矩，大声围到福龛子跑，一个圈子、两个圈子、三个圈子，顶多跑4个圈子。再向外，就是这个中间的禅凳里边跑2个圈子。禅凳两个禅凳的当中呢，跑2个圈子。如果这还不够，不够到外边去跑，外头也跑2个圈子。外边一转转跑2个圈子，要跑很多人呢，要跑100-200人呢。嗯，就这么一个格局，我们是按照500人建的，基本上呢达到了这个目的。如果说这事态都是发展的，啊，如果讲说今后做香的人越来越多了，500人啊，800、800+1000。1000、1500，那么2000也不怕呀。我们那岗门寺地方多呢，再建个大的，嗯，只要发道心，我们都供养啊，这是一个原则，是吧？小伙嘛，出家在家都一样，嗯，既为佛子，当行佛事。啊，行丛林建道场，那都是报佛恩的。至于坐在地下，人坐在地下，唯恐找不到码头，我们给他都画了线了，这地板上都画了线，不都画了线吗？你看今天东边那个地方两排位的没人坐，嗯。后边坐这个位子当中呢，不要留空档，把这一排排坐。嗯，到前头呢，它是有界限的，啊，这个就是地下到前头有个界限的，倒是有界限的。嗯，先坐外边这一排，外边这一排坐满了不够坐了，再坐里边这一排，那叫做背对背。背对背放垫子的时间，把那个中间呢留一个空档，30公分放草鞋的。如果背对背也坐满了，围着福龛子再坐一圈，嗯，这个就是宽宽大大。从今天来看，要把里外的凳子坐满，要再把这个地下也坐满了，这个垫子不够啊，垫子不够，还要增加几个垫子啊。话讲到这个地方，向大家打一个招呼啊，就是我个人呢、这个话呢也不瞒人的，嗯，就是我这个今年
身体不好啊，身体不好。有的时候我们还要问我身体好不好，我说蛮好的。你看我蛮好的，你不相信我现在讲话，我就不就是不是蛮好的吗？那好人也不过如此啊。嗯，你说好人好的什么样子？嗯嗯，我现在这个毛病已经到了什么程度啊？你们各位听到以后也不要大惊小怪，也不要去去给我打网上补国啊，到了生死的边缘，就是说假设搞门寺我们朝南走到了长江边上，就是我这两只脚站在长江边上，有一只脚已经抬起来了，就要朝长江里头迈了，就是这么个情况。嗯，那可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我自己有数啊。嗯，所以今年在打戏之前，我跟扳手魏老师我就打招呼的，我说我今年不一定能够进堂啊。嗯，啊，十分勉强的，我今天来，啊，给大家，我还有一口气在这儿嘛。啊，所以我呢起个七，嗯，希望今年这个七打得比任何一年都好。我想这也是参加打七的所有人共同的心愿。你看我们这个今年参加打戏的跟往年打戏也一样，今年参加打戏不但是我们国内的，这还有国外的漂洋过海来的，甚至还有从澳大利亚来的。你看那远不远呢？坐飞机还要坐十个八个钟点的。那来做什么？我们说凡是来的，你做什么来的我们暂时不问，我们都说你是为道而来的。因为广播寺这个地方本身就是一个道场，除了用功办道以外别无他事。这个用功办道也吸引人呐、不是吸引人吗？打七啊，这套班底必须要具备。必须要具备啊，你看这个地方要安静啊，要一室俱足，戒恨清净，还要有善知识。这善知识多呢，互为善知识。从禅堂里讲扳手的时候啊，这是啊，你看我们今天打气起气之前请扳手斋啊，请扳手住持斋，就说明了这它的重要，扳手时候就地这个位置重要。这作为常住来讲要打气了，也等于说是尊师重道。至于打气很多很多的事儿，作为常住包括扳手师傅维洛师傅随时随地跟大家讲规矩法则出入往返大小家访各个地方最重要的参见佛是谁，照顾话头，都要跟大家交代的清清楚楚的，都要交代的清清楚楚啊。你来是不是来参禅的啊？那你自己有数。
但是我们四所期待的呢都是同修的共修的，这是我们要表态。禅堂啊，有的人我们就问他，你学佛多年了，修哪一法门呢？我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哎，这个底下就不谈了。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好事儿。那这个禅堂是专门参念佛是谁的？你看看这个事儿怎么办呢？还有的人，我是这个吃准提咒的，都来了。所以这个人嘛，人上一百，星星各一个打算。有的来看家风的，学规矩的，反正种种不一样。那么既来了，作为常住，包容，佛法本来就是这么回事儿，如果说我们率先要跟大家讲的，高门寺这个禅堂跟其他的禅堂呢有一点不一样，就是这个禅堂允许女众进禅堂。这个我们国内还有好几个禅宗道场，人家是不允许女众进禅堂的，我就不知道你们女众得罪了他们了，什么地方得罪了他们了，不给你进禅堂啊？这高门寺从上以来，没有这个规定，没有这个规矩，说我们现在这个方便之门依旧开在这个地方。与人为善啊，本着佛，我们这整个的佛教，整个的佛教佛有四众弟子啊，佛的每一个法会都不是说是纯一舍的都是男众人，是吧？既然有男有女，我们娑婆世界这个世界就是有男有女的，它不是西方极乐世界佛的国度多的，凡圣同居净度，凡圣同居慧度，各式各样的。娑婆世界是有男有女的，这是也是佛的一个教化之徒嘛有男有女那要分的，男女毕竟是要有一个界限，这是跟大家呢其他都不交代，这一点要交代的清清爽爽，就是男女必须有界限什么界限？就是休息的地方有界限，上殿我们四众弟子同样不在大殿上殿，过堂同样在斋堂的吃饭，念经同样在一个讲堂里像念经，我们参禅，我们这个禅堂不是有男有女吗？那个休息的地方就不行了，凡是生活的地方，女众生活的地方男众是不能去的，男众生活的地方女众是不能去的，告了生死假以后就说明白了，就是告诉你什么假都没有了你的活动的范围，活动的这个界限这个跑香坐香大小家房吃饭睡觉，
什么事情都弄得干干净净的。嗯，那么这个棋啊，啊，有这个条件就皆大欢喜了。那可不能怪常住上言之不预啊，啊，如果在这方面要是有不能够守这个规矩的话，那常住上是不同意的啊，这个跟大家说清楚，个人生死个人了。我刚刚这不是说的吗，相奉不下马，各自奔前程啊。嗯，只要在这个十个期当中，每一个人只照顾自己啊，除了扳手围络以外，除了指示以外，参加打气的啊，把自己照顾好，常住上什么事也不烦你，茶来伸手，饭来张口，也可以说是般般如意，事事现成，成就吗？啊，说是有工作的人啊，说一年忙到头啊，冬天到了休息下来啊，有这么个良好的这么个机遇，在这参加参加打气，嗯，啊，姻缘殊胜啊，啊，啊，什么姻缘殊胜呢？海会云来集，不是海会云来集吗？嗯，只要我们是发道心，佛光就普照。那佛光任何时间都普照的，嗯，可是你自己弄个黑布把你罩起来，佛光也就没有办法，佛光是永远普照的。嗯，你自己生了障碍，那个佛光照不进来，怪哪一个呢？嗯，常住上所期待的就是今年把这个棋打好啊，啊，什么事都不重要，把这个棋打好。打棋之前，打棋拿什么来打棋？就是拿符合打棋条件的这个身心来进入打棋，唯恐不够。你看看啊，这个风尘仆仆啊，跑到那压着就来打棋，嗯嗯，那真正打棋不但是广门寺，其他禅宗道场也是一样，打棋之前要家乡，家乡的意思就是给你做前方便的，先要一步一步，这个身心不是一下子就能够纯熟下来的。嗯，身心纯熟到一定的程度，这是打气的最好条件啊。所以凡是打气正式的禅宗道场，它都有个家乡，九月半到十月半这一个月是家乡，那就是打气的前奏。像这一点我们今年广播寺就没做到啊。嗯，都说广播寺这个禅宗道的那不出人，不出人他有不出人的道理啊。嗯，啊，这是我们做的不够。嗯嗯，做的不够。嗯，啊，从两条腿走路，就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嗯，啊，整个全社会，说是物质文明，哎，这看得到摸得到的，嗯，房子啊、马路啊、汽车啊，这看得到物质文明吗？啊，这精神文明怎么样呢？相比较。精神文明不够，包括我们佛教也不能例外，广门寺更不能例外。
你看刚才我们大殿也修好了啊，禅堂也还修好了，宝塔也竖起来了啊，这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够不够啊？嗯，你说够不够？要从小佛的角度来说，从我们禅宗这一法来说，他的精神是应该说是最高的。你看我们这门口呢，最高学府啊，啊，什么东西是最高学府啊？啊，我们享受是最高的，嗯。啊，这是不可避免的。起息之前，要给大家随时随地讲讲规矩，收拾收拾身心，一步一步的进入打气，把这个气打好。啊，要丰收，要双丰收。啊，时间不早了，给我说打起板。这个因缘殊胜，一大事因缘。我们这个起期的时间就说了，就点到这一点啊，为大事因缘故。这个因是有了，嗯，缘再加以成熟。这件事情呢就能够办到圆满，嗯，啊，产生效果，嗯，每个人都在实
十个区当中，或多或少的都要有一点收入，有一点提高。像今天打击，有人说今天打击比往年还要好一点，那就问呢，好在什么地方呢？他说今天来的来打击的人，无论是出家众还是在家的二众，好像是比较整齐。这个是只能说是从表面上看，究竟整齐不整齐，整齐到什么程度，我们还要一步一步的观察，因为时间长了，十方同聚会啊，有那么多的人，有那么多的向心力，到了打气的时间到了，从四面八方都来到广门寺。为什么是来的呢？为道而来的。你不是为道而来的，我也说你是为道而来的，因为广门寺这个地方就是个道场。冬天打气更加是精进为道，发道心，就有感应啊！佛菩萨就加倍啊！我们的成长，就是我们在因地当中走小福的道路，靠什么？说是靠自力，不错，不能是不靠自力的。还靠什么力呢？还靠什么力？要是咱净土宗，那就是仗佛力啊。净土宗特别强调仗佛力，仗佛什么力呢？仗佛的愿力。佛要是没有四十八愿度众生的这个愿，你想生西方，那就成了问题啊。那么我们今天禅宗道场还是仗自力，还是仗佛力？凡是消佛的，大家要注意啊，凡是消佛走消佛的这条道路，无论你修哪一法啊，什么显教、密教啊，四教、五教啊，禅宗这种各种法门，无论你修哪一法，都不能够离开佛的加持。你不要以为我这个参禅念佛嘛是仗佛力啊。我这个参禅是不是就仗自力呢？那都是误解。一个小孩在一个家庭当中，他的成长能够离开父母吗？我们消佛的人在佛的加持之下，
得到的成长，这是正常的，是吧？冥冥当中你自己不晓得了啊，没有福福的加倍，我们能成长不能成长的啊？鱼子安罗花啊，世事因中多，所成就者少。这个佛的家里，我们举一个世间的道理啊，古人讲说是什么呢？他说是这个与母异而与子长，风光起而风动随。什么叫做与母异而与子长呢？那个鱼在水里下，大鱼生小鱼，就是大鱼生的那个产的那个卵鱼子啊。你看这都是一个鱼产的，这个鱼子有多少啊？成千上万的。它怎么能够长成小鱼的啊？那就是靠大鱼与母异而鱼子长。那个大鱼下到子以后，它就跟着那个鱼子的旁边意就是想念呐，这鱼子才能够长啊。众生在因地当中发一念善心，都得到佛菩萨的加倍。所以佛能浩大，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必须要有感恩的思想。上报四恩，下济三途。特别是这个佛呢，佛恩难报。我们从凡夫地一步一步走向成佛，都不能够离开佛的福福的加倍啊，所以要报佛恩。我在那个中国佛教四观的那本书上头写过几个字吗？就是表示高明寺对佛法的态度，对禅宗这一法的态度，这我们弘法利生的态度。什么态度呢？行丛林见道场。为什么？是为报佛恩，为了报佛恩的。这一点，这是高门寺的态度。丛林道场建好了以后，这个道场做什么事儿，立什么宗旨啊？下一句呢，就是竖宗旨，提政令。这是高门寺的风范，必须要有宗旨啊。普天之下，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所有的大小寺院，所缺乏的是什么呢？不是说每一个都缺乏了，有很多很多的资源呢，就是少了一个宗旨。一天到晚，一年到头，一辈子也不想到忙的什么东西，这就太可惜了。我们每一个人，无论你学佛的时间
喝长喝短，你不能说做人没有宗旨啊，你这辈子想做点什么事儿，不能说没有宗旨啊，没有宗旨就是醉生梦死，糊里糊涂过一辈子。那个宗旨要看你什么宗旨啊，如果说我这一辈子立了一个宗旨，我要念佛，我要念到一心不乱，我要念到生西方，这好。他说我要参禅，参念佛治水，参的啊一心不乱啊，要开悟啊，这是好。不能没有宗旨，宗旨就是等于是自己的愿力一样啊。世俗世间是愿为前导啊，领着我们走路一样啊。嗯，你看看广木寺这个庙，这个寺啊，啊，今年的姻缘书生啊，是如是因如是缘，年年打十个禅机，不期而遇的，大家在这个时间呢，都来到了广门寺，我们共修，嗯，共修啊，啊。这个因我们是大家共享的，难逢难遇吧，啊，我们是以什么聚会在一道呢？是以道相遇，是因为这个道来把我们啊聚在一道，来办这个道，这就跟一般世间人做其他的事情就不一样了。修因要修好因，要修正因啊，要修成佛的因。有好因就有好果，这是必然的。佛法，佛法就是讲因果两个字，还讲什么呢？施法界。施法界就是说的施法界的因果，施法界的因啊，施法界的果就有施法界的因啊。从这一点来说，我们每个人都要自己要照顾自己啊。既然是讲因果，因果又有施法界，我们愿意在施法界的哪一界当中做人？还是愿意下地狱，还是愿意成佛道？不要选择吗？禅堂打七讲到客气取证啊。我们一想到了打七，就有很多的感慨。我们说的都好听啊，有很多事就是只是说到的，而并没有做到。说是打七，客气取证，这一点就摆在嘴上讲，大家都清清楚楚的，每个人都做得到吗？你用什么拿什么办法出来去客气取证呢？这个要每个人自己问问自己啊。你不能够客气取证，那你还是个凡夫，你还免不了生死。什么时候成佛，那是个未知数。唯一大事因缘故，
要是在经中讲，那叫做开示误入。嗯，啊，那个品位就高了，开府之见，是府之见，悟法之见，入法之见，讲到开示误入。嗯，用法来表，那讲四十位法身，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力，大乘啊，圆教，嗯，啊，经过四十位，到了等角，进入妙角就成佛。要想成佛，他都要走这条道路。这条道路跟大家说，对我们的凡夫境界，那是微妙不可思议的啊。人特别是学佛的人，要有上上智啊，这个生活位置高了，不怕高，再高我要爬，这个山再高，再高我要爬，上山需到顶，那都是人做的吗？嗯，要立上上之。高明寺打这个禅期，在这个道场就是办理这个事儿。嗯，那么回过头来，在我们禅堂禅宗来讲呢，我们这叫做向上一着。这个向上一着啊，这个禅宗讲的超越啊，那可了不得。嗯，禅堂讲的超越，佛之一字无不细闻。所以禅堂里讲话啊，有佛处不可住，无佛处即走过。什么道理呢？这个道理很简单，六祖大师不是告诉我们吗？我们把这句话特别的还摆在那个墙上，写在那句话，天天告诉大家，那就叫做本来无一物啊，超越了本来无一物，什么都不够。时事古今，始终不利于党念，未称他独，自他不各有高端啊，自己的本地风光参陈不利。我们不是想见到自己的本来面目吗？啊，每个人自己有没有办法呢？如果说还没有办法，我现在还在想办法找办法，那很好，来到岗门寺就给你提供这么一个方便。但是在提供这个方便之前，我们还要讲点条件。因缘所生法，也不是哈来的。嗯，禅堂打气要出人才，跟佛学院没有两样。你看那个佛学院跟我们这禅堂所不同的啊，就是他有本儿，有书本儿。那我们这个禅堂呢，跟他不同的呢，就是我们没得本儿。嗯，语言文字，那我们没得文字，我们还有语言呢，语言跟文字也没有什么两样嘛。啊，要想把这件事情办好，我们还有很多的事儿要都要
依靠大家一点一滴的要把它落实到实处。嗯，落实到实处怎么落实法呢？那就是在我们这个七期当中，所有禅堂的人，所以禅堂以外的人，都要围绕着打七这件事儿，各执各事，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岗位，都要尽到自己的责任，不失时机的完成自己的任务。啊，你说我们这个打七啊，可以说是般般如意，事事现成，茶来伸手，饭来张口。为什么呢？就是成就我们打七的，那也是来之不易啊。啊，不是要辛苦很多人吗？你说我坐在这地方吃一杯开水要有人给你倒啊，啊，吃一杯开水要有人给你烧啊，啊，说说外头我们不能不吃饭啊，说说我这个烧饭的今天饭没烧好或者耽误了时间，行不行呢？啊，这个饭烧烂的没烧熟，我们吃的行不行呢？啊，外护的护我们的梯的，我们就是拿烧饭烧菜这个外的护法各式各式的，能够误事情吗？误事我们这个梯就打不好了啊。各执各事，既然是各执各事，你说护妻的人啊，他们要是负责任，那我们被护的人要不要有责任？那个护妻的人他心里面就是这么想的，怎么想的呢？我是护妻的，护妻护什么妻呢？护是你们用功办道的啊，难道说你不用功办道他也护吗？嗯，这个我们就是反过来比较看，他必然烧饭的饭要烧好，蒸包子包子要蒸好。那么回过头来，我们这个用功办道的禅堂什么事不做的，我们负什么责任呢？就负责任打妄想吗？嗯，只有里外各执各事，各负各的责任，都做到圆圆满满的，我们这个期呢那就真有收获了。嗯，护期的认真护期，啊，被护的常常打期的认认真真的用功。这个说到认真用功，有这么多的人水平参差不齐，作为禅堂这个设施除了中脉前腿以外那就是人。你看我们这个禅堂啊，能够大家这个身安心安用功办道，靠什么呢？嗯，你看禅堂里啊，有扳手啊，有围炉，有当间支啊，有煎香，有月供，各式各式
欲知山前路，徐问过来人。这个是对出发行的，没有人引领这条路，你怎么走呢？啊，你不得其门而入。那么这个责任谁负？一个主骑的人要负，同时扳手师傅要负这个责任。在禅堂，这个扳手的职位有首座，有西堂，有后堂，有堂主，啊，人多人少呢不一定，十个人，或者是更多一点，或者是少一点，没有一定，就是扳手的，扳手师傅吗？那是扳手师傅的职责、职位、责任是什么？啊，一般讲呢，是替和尚分座说法，是代表和尚，就是我们这个什么禅堂大旗啊，一天到晚。像过去有24支香的，那就是。